的夹脚型的凉鞋，然后穿起来会有一种很裸脚的感觉，而且是好配合他今天的衣服。对，我是看到他的服装，我想这双是我自己的，好看哦，不会整个脚都唱出去。其实就是因为是约会的时候可以穿这样，但是穿着要谨记，就是五只脚趾头一定要随时 hold 住， hold 住，一定要 hold 住，不是就是轻轻 hold 住，但又不能被看出来。那你看这样子，你会觉得他的脚非常的美，然后很对男生来说，应该这样还蛮性感的吧？这算是很高难度的一双鞋了，请走试走看看。要 hold 住，大脚踩，对，大脚踩出去了。好，接下来那如果是要就是今天是要去踩场的，就是要去就是一到那边要马上第一名的话，就可以穿这样子的比较霸气的鞋子，对，就是穿起来就像超聪明，因为通常人家从前面这样会很麻烦，可是它在后面设计，它后面有拉链的设计，接下来就是看这一双，而且这双就是今年罗马鞋。今年罗马鞋呢，就是大部分都是黑色或是咖啡色，但是就大家看到白色会觉得它看起来很奇怪，但穿起来就是有一种很前卫然后很时髦的感觉，好好看哦，是不是很厉害哟？是不是不会讨厌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像我以为本来以为会像绷带，但是不会啊，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性感，木乃伊鞋还是什么？但是其实是很好看，对，它全身这样也很大，就是比如说他如果要去今天。要去夜店，或者是要去男朋友的朋友的婚礼，或者是生日 party， 就可以穿这样子，就一到场就是很有气势，然后又很性感。那小米有没有什么鞋是就是一穿了他一定会邀你上床的？哦，有这种鞋吗？上床鞋，超性感。桃姐，我觉得就你现在穿这一双，我觉得是桃姐脚上这一双哎。哦，这双哦，对，会真的，就是男生喜欢那个脚踝那边有一圈的。对，桃子姐，哦，要走秀了。哎呦，哎，干嘛结婚呢？真是的。哎呦，好美啊，好美啊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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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路还有三两，不一样，只能看这里了。哎，笑脸不要抬头，对就好。还摆下头，各位生气。对，我觉得那个男生要看很性感，第一个就是跟一定要是细的，那跟我们女生想要的都不同，因为女生喜欢跟粗或蟹形跟，男生觉得蟹形跟不好看，他就要跟很细，就会觉得很性感，然后脚脖子那边一定要箍住，这样这两大要点。这么多都是为了男生。对的，小杨，你要带哪一双回去吗？还是一双，真的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小杨跟小米，谢谢。